者因书而富，富者因书而贵。全球最大华人阅读社群的版主首度现身在电视荧光幕前，他拒绝了所有捧上门来的金钱，坚持不做商业植入，一心一意思考着如何扩大阅读的公益价值。本周日下午4点，请收看华视圆梦厨房，富贵人家郑俊德的圆梦故事。